关键字。国台办设台独专栏。中共对于台海的文攻武吓早就成为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很努力想引起关注的国台办，五月赖清德就职总统后宣布惩戒五位台湾名嘴，六月推行反台独22条新规，每个月都要比过去的自己更进步，八月想出来的新招是在官网上增设台独专栏，看看调皮的浮动视窗左摇右晃，点开网站分成五大主题，第一栏是十大台独顽固分子，集合了国台办过去几年曾宣布予以制裁的对象，包括现任副总统萧美琴与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新把戏配上老掉牙的名单，又让房客找到机会刷存在感了。我们很高兴国台办终于进到数位化的时代了，如果因为中华民国，因为台湾，或者因为台湾的国民主权被国台办认为叫做台独的话，那全台湾应该都是他处罚的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老掉牙的手法了，有人说这是光荣的印记。那些不在榜上的政治人物，麻烦请多加油好吗？有了老共颁发的台独荣誉，还放在官网上大肆表扬，台湾价值又充饱饱了。然而这份名单左看右看，却不见赖桑总统的身影，难道是嫌我们台独金孙不够爱台湾，没资格上榜吗？我亲中爱台。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屁可不在老共的台独榜上，不用灰心，都还有机会。网站也新增了举报信箱，欢迎各位中共同路人们一同加入廖北亚的行列。而其他想入榜的政治人物们，也可以自己填写报名表。蔡英文卸任了，没有上榜。那赖清德已经说他就不是台独工作者，但他也没有上榜。所以总统两岸要撕破脸的最后一步，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做。最重要的因素应该还是中国大陆，他必须要把话讲清楚，他惩戒台独到底哪些是台独。我觉得中共这是有莫名其妙的作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实际来统治管辖过台湾，你凭什么讲这个话？那我们对中共现在，我们也可以标举十大匪类，不是吗？我讲不客气的，他发表的这些就是两个字，屁话嘛，屁党讲屁话。OK, let's go. 高云啊，知道不知道？来，恭喜2023年亚洲杯总冠军。2024亚洲电子竞技公开赛即日起开始报名，详情点击下方资讯栏。今年让我们再热血一次吧。贺锦丽副手华资，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国民党在2015年示范过了一次，但套在贺锦丽身上却不管用。拜登宣布不玩了之后，民主党迅速定于一尊。根据昨日伊普所发布的民调，贺锦丽目前领先川普5%，而三天前他也公布了副手人选，是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华资。Now, welcome the next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im Walz.贺华配合体第一天，兴奋的民主党支持者捐出了超过2000万美元，约6.54亿新台币。今年60岁的华资，在从政以前是高中老师，与美式足球教练，曾在美国陆军国民兵服役24年。31岁时曾因酒驾于限速88公里路段飙到154公里被捕。2006到2018年担任国会众议员，接着当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连任至今。He's a very liberal man.And he's a shocking pick, and I'm thrilled. I could not be more thrilled. 华资政治生涯的争议点包括2020年明尼苏达州发生非裔美国人佛洛伊德当街遭白人警察压制致死，引发示威与抗议暴动，而当时州长华资负责的国民兵部队迟迟不出动，进一步导致警察局被攻陷，群众甚至在街头爆发枪战。
Every voter in Minnesota needs to know that when the violent mobs of anarchists and looters and Marxists came to burn down Minneapolis 4 years ago, remember me? I couldn't get your governor to act. He's supposed to call in the National Guard or the Army, and he didn't do it. I couldn't get your governor. I don't fall into the category that China necessarily needs to be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I totally disagree, and I think we need to stand firm on what they're do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ere's many areas of cooperation that we can work on. 华兹也遭共和党质疑亲中。他于1989年6月4日，也就是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来到广东的高中任教一年。当上众议员之后，华兹长期关切中国议题，曾批判过中国官方，但对中国社会态度友善。Happy Year of the Dragon, 恭喜发财。尽管华兹在全美的知名度远低于同样中西部出身、因《绝望者之歌》而声名大噪的川普竞选副手范斯，但同样希望能吸引中西部摇摆州选民的支持。而华兹也是近期民主党开始用未来形容川普的先驱。Just an observation of mine that I made. I jus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That's what you see. That's what you see.Just weird. Weird? Weird. Weird. That is weird behavior.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